南投第三举办镇长杯的插弹比赛，有不少外地人专程来参加，总共有20队要来拼冠军。紧张又刺激的插弹战，有真侪少年人爱耍。德山镇逐年拢会办镇长杯的插弹比赛，好，大家有一个交流技术的机会。因为我们台东是没什么资源，就是没有什么队伍在竞赛，所以我们才会看外县市西部有比赛的话，我们都会从台东过来这边做比赛，契丹爱好者然后来进行一个比赛跟交流，这是很棒的一个经验跟活动，新的一种观念知识都可以这个互相的交流，觉得非常的棒。为了提升地方的运动风气，德山镇公所配合不同款年会规划，真侪不同款的体育比赛，这摆有20队来报名。公所希望予大家感受插弹的趣味，嘛希望讲爱耍的乡亲会使到德山镇去体验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